天津麻花，这一箱我这一箱是12个，一箱是1斤，然后以颗数为准。这个是这种稀酥蹦脆的，它这一箱应该是2个口味。哎呀，这种的，这种麻花它特别香，不油啊，不是很那个糊嘴那种油。一个是芝麻葱香的，一个是芝麻椒盐的。9块9一箱，视频底下有链接。嗯，很油酥。